谢老哥，老哥稳。像你穿的这个鞋，唐冷呢？我还以为有唐冷呢。就有一种人要走到大海里的感觉。要拍照吗？好呀。你先录吧，我来就拍吧。先观察一下形势。嗯。刚刚说 track through private property。这里的路都好陡啊！昨天走了一个陡陡的上坡路，今天走陡陡的下坡路。哎。你的鞋行吗？我的可以，它这个路比昨天好，是个。有抓地力的粗糙的，对。我觉得这里不能会无人机，都是 private park， 所以我沿着这个地方飞。沿这个飞下去，然后再飞上来。是薰衣草吗？应该不是。发生了什么？前面的人怎么都停下来了？应该在拍照吗？哦，没关系，拍照。他们带着条狗，反着拍才对、啊。他带着条狗、哦，是一个上面骑的。那边那个山，那边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的山。哦。你戴了眼镜吗？嗯，我没戴，但是我看得清。像一个鲨鱼的那个。尾翼凸出来一点，真小了一点。哇！我靠！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可能挺大的。哎，像那个地方，旧金山。以前我们去看金门大桥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高的山坡，我们在山坡上看到海。这是大秋千吗？那个地方？旧金山是大秋千？不是不是，是那个我们去看金门大桥，然后走了很远的路。哦。我怎么这么明智呢？这也太陡了吧！我觉得比昨天那个还陡呢。哎呀，陡了我腿疼，但还在走上来。偷偷小便会不会被人发现？后面的人可能会发现。你在小便？有点想。现在？啊。我帮你打风。这个角度不太好，找一个能看得见下面的角度，因为上面好像看得出来没有人。
下面不知道有没有人要上来。算了，我先憋着吧。搞不好那个最下面有上厕所的地方。哎，那个 tunnel 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这地方好适合飞无人机啊。哦，但是我觉得从上面也飞不下来。为什么？得带下来飞。为什么？因为太远了。这地方估计会没信号的。那本来你不需要信号的。我为什么不需要信号呀？你不是说只要有 GPS？ 我说的信号不是手机信号，是那个遥控器跟无人机之间的信号。那个信号都没有。我觉得这个太远了，应该不行。哇，怎么能走那么远？哇，真的很像《指环王》里面的场景呀、啊！哦，那我看到是那个下面那个东西是吧？对啊，我觉得是那个，它甚至是像鱼尾巴一样的地方，放在小兜兜里，像个机器猫一样、是那个吗？是那个吗？这个地标一个那个？可能是。可以走到那里吗？可以啊，看有人。哦。Beware of dogs。啊，在哪儿？就那么写的，但是 enter at your own risk， 就是那个狗只会咬围栏里的吧。太美了，你小心点脚下呀。嗯，我这鞋子十分的好穿，你小心点你脚下。有点是有点像苏格兰哦，苏格兰也是那种大草皮什么的。哦，那个是爱尔兰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是爱尔兰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之前玩过一个光荣出的爱尔兰的模拟游戏，然后里面就是有，光脚呗，光脚腿扎死了。要是上坡咋走啊？像昨天一样呗。看有没有楼梯是不是？下雨了。没有很顺，可能我习惯了。
哎，这边没有了，估计这边是公用地了。可以走上去吗？可以啊，我刚看有人在走呢。哦，他拦住了，你要是不想走就不要走了。没带，咋没带呀？在车上呢。为什么带呀？太重了，我就没拿，而且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飞。如果拿到这个地方来，估计可以飞，但是我觉得也没有飞的必要吧。这个东西从下面看比较好看，上面看不见那个洞。我知道，但你可以让它绕那个洞飞呀。是可以，但是可能会掉信号就是了，然后就摔下去了。我靠，汤了在这里，那汤了在这里。其实还好，有点矮。非常贴心的修小楼梯。
没了，就是。那毛衣好像你的，那个毛衣好像你的。这谁的呀？哎，那上面还有很多人刻字呢，虽然看不出来刻的啥，还有刻中文的，果然有刻中文。全过去吗？啊，不过去。我踩了这个石头，我去，我想去那边，但好像过不去了。怎么过去呢？你就在这待着吧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你要去哪儿呀？下面。哦，你去吧。哦，真的呢？被风吹的吗？不是吧，应该是水吧。过得来。